2015年7月19日，云南省昆明市的一个物流集散地一派繁忙的景象。一辆重型卡车装载了几十箱货物缓缓驶入货场，像往常一样，工人们忙着卸货，接下来就要按照货主的要求分散转运。就在这个时候，昆明铁路公安局开原铁路公安处的几名民警冲了进来，他们第一时间取得了这批货物的货运单，并指令物流公司人员打开大箱的货物。这批货物的包装箱有钢琴字样，然而打开包装箱，里面是更多的小纸箱，再把小纸箱打开，里面竟然全部装满了卷烟。每一个钢琴箱是15个标准件，一个标准件是50条卷烟，所以一个钢琴箱就是750条假烟。打开一看，一条一条摞起来，那是好几堵烟墙，特别震撼。为了准确统计数量，民警在现场把卷烟摆成了一堵堵的烟墙，在物流公司负责人的见证下逐一计数。卷烟箱里测出来的那个控货块引货香烟，哎，等一下，总共我们只交了20,870条，哎，对。几个小时过去了，民警终于把截获的这批卷烟清点完毕。就在那个时候，他们创造了2015年全国查办假烟案件的年度记录。假冒卷烟的数量多，第二一个是分销的区域比较广，它涉及到云南省8个地州。现在我背后的这批假烟，是我们查获的这个网络案件当中一小部分的卷烟。那么目前我们查获的这个假烟案件，是今年全国假烟案件当中最规模最大的一个假烟网络案件。这是2015年全国查获假烟数量最大的一起案件。我们现在看到的警方查获假烟的场景，也只是这起案件中的一个侧影。在10个月的时间里，专案组共缴获了假冒卷烟1580件，每一件就是50条，共计近8万条，鉴定价值约650余万元。按照这个贩卖假烟网络的运作方式，如果不被警方查获，那么这些假烟将会被云南的消费者以真烟的价格买走，整个团伙又将大发一笔横财。那么这些假烟是从哪里来的？什么人如此胆大，把这些假烟散播在了云南省的8个地州市呢？聚焦一线，直击现场。货场查缉钢琴变卷烟，他们的反侦查意识已经不亚于毒品案件了。欲擒故纵，警方布下迷魂阵，给他们造成这么一个假象，你的事情不是太严重。一起公安部、国家烟草专卖局联合督办案件就此拉开了序幕。消失的钢琴一线正在播出。在昆明火车南站附近，有一处规模宏大的货场——王家营物流园。这里铁路交织，仓库林立，是昆明市传统的物流集散地。王家营物流园是昆明铁路公安局开原铁路公安处昆明南站派出所的辖区。为了保证货场流转的安全，派出所成立了专项查缉队，常年执行查缉任务。然后专门对货场还有集装箱货场开展专项查缉，包括有毒品啊，有烟草啊，有制假的一些盐巴呀，还有枪支弹药以及非法出版物等等的一些。王家营有西南大动脉南昆铁路，
中国连接越南铁路干线的昆河铁路也从这里经过。每天从早到晚，一列列火车满载各种货物在这里中转，仓库里的货物堆积如山。2014年12月15日，昆明南站派出所副所长郭江红带队查缉，当他走到11道仓库时，几个纸箱引起了他的注意。他品名写的是斯坦尼钢琴，然后呢，我们在对他的箱子进行检查的时候，发现有三个箱子，它的重量跟其他的箱子不一致。郭江红觉得，即使不同型号的钢琴，差别也不会有那么大。明显要轻一些。搬一搬，然后呢，这样敲一敲了嘛，听一下声音。这些钢琴是由长沙某物流公司承运，发货地点为长沙市，到达地点为昆明市。货品可疑，郭江红决定开箱检查。我们就对这几个箱子进行了开箱检查，然后发现了里边还套有纸箱。最终，郭江红等人从纸箱内查获2175条卷烟。按照规定，运输超过20条卷烟，必须要报有关部门审查。这批卷烟为何没有审批手续呢？外省运过来的，而且一次这么大的量了嘛，我们觉得这个疑点很多。派出所民警立即对这批烟进行扣留，并和烟草专卖部门联系，将卷烟抽样送检，鉴定真伪。经烟草专卖局鉴定，该批卷烟均为假烟。显然，这是有人伪报品名，利用钢琴外包装贩运假烟。按照查缉案件延伸打击机制，开原铁路公安处立即指派刑侦和经侦民警迅速介入，展开调查。近些年来，随着物流的迅速发展，货物转运更加便捷，一些犯罪人员也将目光盯向了这里，将各类违禁物品改头换面包装以后进行转运。铁路警方侦破的这类案件为数不少，同时也积累了不少办案经验。从这批假烟运输的货票上来看，犯罪嫌疑人应该是一个作案老手。货票呢是从长沙的一个物流公司发过来的，他留的那个提货人电话还有姓名可能都跟发货人是一样的，就觉得有异样。正如办案人员的判断，货票上的提货人和发货人都是假的。警方初步判断，这应该是一个有组织的团伙所为。这边的分销商怎么购货，资金怎么往来的，以及这个团伙的核心的反侦查能力或者他的警惕性有多高，这个在初期我们是不掌握。整个网络他的警惕性都非常高，这种已经他们的反侦查意识已经不亚于毒品案件。办案人员发现，这批钢琴包装的货品已经被运出一部分。经过调查，前来取货的人是一名姓唐的男子。收货人唐某某开了一张这个白色的130小货车，然后过来把这批钢琴骑走了。这名姓唐的男子究竟是不是真正的货主尚不能断定，警方决定严密监控可疑男子，暂不打草惊蛇。经过巡线侦查，一个从福建漳州、云霄、湖南长沙等地区组织假冒卷烟货源，采用钢琴纸箱包装掺杂的其他品名货物中，通过跨省物流运至云南境内各地进行分销的犯罪网络浮出水面。案情重大，刻不容缓，开原铁路公安处迅速将案情上报昆明铁路公安局，随后50余名精干民警组成专案组，联合云南省烟草专卖局全线展开侦查。关于制假货点，打击贩运团伙，破译售假网络，关于幕后主犯，就定了这么一个侦查思路。
为了保障人民身体健康，保护公共环境，减少吸烟造成的危害，我国逐步采取了更为严格的控烟行动。除了对公共场所加强管理，禁止吸烟之外，国家对烟草生产的管控也是一个行之有效的措施。然而，假烟的出现往往会使这项措施的效果大打折扣。某种程度上说，假烟如果无限度地冲击市场，我们的控烟呢，可以说是功亏一篑，上可以说几乎等于零。为什么呢？以假烟的量，我们根本无法得到控制。这起案件涉及的假烟数量巨大，而且犯罪团伙形成了一个从生产、运输到分销的完整链条。随着侦查工作的推进，公安部、国家烟草专卖局将该案列为联合督办案件，挂牌督办。我们的定下来的一个指导思想呢，也是先打货后打人，先递州后昆明，先省内后省外，盯紧的是物流，然后向上家下家辐射延伸，然后从选择有条件的下线收货人开始，试探性的进行打击。王家营货场被警方查获了第一批假烟，犯罪嫌疑人仿佛闻到了一丝不安的气息，蛰伏起来。因为这种它利润比较高嘛，假烟，所以说不可能说咱查获了三箱烟他就断了这个生意不做了，所以呢咱们就先把它查扣了，然后再进一步的静观其变，看他有没有下一步的动作。几个月后，情况果然再次出现。2015年4月24日，专案组获悉，昆明一物流公司将中转六台钢琴至文山市，侦查员立即对钢琴装运卸货情况进行实时监控。一辆小货车到物流公司提货，然后向文山方向驶去。专案组决定暂不打草惊蛇，先查处假冒卷烟，再打击文山地区的分销环节。采取一个投石问路的这种方式，以烟草稽查的身份出现，开展查缉。谁来提货，咱跟着谁，那就一定能找到他囤货的地点，还有收货的人。试着把下线打一部分看看，会对上面的网络犯罪嫌疑人会有什么影响？当货车行至收费站时，在文山州烟草专卖局的配合下，对货车进行了现场检查，当场从货车货箱内查获用钢琴纸箱包装的假烟4500条。执法部门只查扣了这批假烟，而货车驾驶员杨某则被放了一马。还是不惊动他，把他人放了。就做了一个烟草以烟草部门的那种行政处罚。以为事情不是太严重，就把假烟收了就完事了，给他们造成这么一个假象。果不其然，来自福建的供货商似乎认为假烟被查纯属偶然，他们改变了策略进行风险规避。就是上线有一定的警觉，他们就不再往铁路运了，他们就改换了这种运输方式，从公路运输。但是隔了半个月，到了5月份，他又开始走了，而且货的量基本上都不减，就是六台，每次都是六台。首战告捷，专案组欲擒故纵的计策也收到了很好的效果。侦查员紧盯着物流环节，对到达云南的假冒卷烟进行了全方位、全时段的监控，逐步地摸清了一个从福建到云南昆明，再由昆明到文山、红河、西双版纳、昭通、德宏、大理、曲靖等8个地州市贩卖假冒卷烟的网络。假烟商贩们没有想到，他们自以为天衣无缝的秘密交易，其实早已在昆明铁路警方的监控之下。一张全面打击
贩卖假冒卷烟的大网正在悄然张开。打现货抓现行，警方频频出手。一辆神秘的越野车冲出重围，案情陡然生变。消失的钢琴，一线正在播出。经过侦查，专案组已经掌握了云南省级经销商在网下3到4层分销商名单。在逐步收网的过程中，他们尽量做到准确迅速地抓现行、打现货，避免惊动远在福建的总经销商。每一单货首先考虑的就是怎么打，采用什么方式打，不至于影响到核心部分，这是最关键的。2015年5月8日，专案组再次获悉，一批假冒卷烟将通过昆明物流中转至昭通。装载钢琴纸箱货车从昆明向昭通方向驶去，侦查员驾车紧紧咬住目标。因为货车走得慢嘛，昆明到昭通的路况也不是太好，所以就速度也慢，一直跟着。货车渐渐上了山路，为了避免暴露，侦查员只好和货车拉开了距离。这次侦查员发现，犯罪嫌疑人接货的方式有所不同，货车停在了一个山坡上，久久不再行动。难道他们有所察觉？当时我们还在怀疑这些货到底还在不在车上。你拉近一下，瞧瞧那牌照是否瞧得清楚吗？距离太远了，看不太清楚。就在侦查员焦急的等待中，又一辆小货车出现了。两辆车车厢相对停下，驾驶员开始从车上倒换货物。他的车厢对着大货车的车厢，然后呢要4、5个人一起从大货车上把那货一件一件卸到他的车上。我们当时数了一下是6箱。到他把中间的货下完了以后，钢琴箱才露出来，我们才心里面才踏实了。车动了，车动了，快出来了，打开那个车，我们车不要动，明子你的视线机注意。不管你再隐蔽吧，你这货总得走，咱们就跟着货继续找人。经过8个小时的跟踪，拉着钢琴纸箱的货车终于到达了昭通市永丰镇，在路边的一间门面房前停了下来。一名女子出现在侦查员的视线里。货车开到那以后，那个女的就跟司机去说话，那我们在比较远的地方观察的。门一开，这小货车司机还有他车上的几个搬运工就开始往里面搬货了。对，货已经往出资房里面搬了，这正是咱们抓捕的好时机。你怎么人？我问你，实话实说，你什么人？我是过来那个看到他们啊，那我进来看哈，看他嘛，跟我没关系。不要紧，话现在保持沉默，好啊。就在侦查员冲上去抓捕正在卸货的犯罪嫌疑人时，一个意外出现了。在现场附近的一辆越野车突然启动了。回去了，回去了，我后你后后你后后后后我回去了。那个越野车就直接一脚油门就驶离了那个仓库了。启动以后就开始堵门堵下来，他硬冲过去。果然，侦查员查获的几个钢琴纸箱里全部装满了假烟，共计7650条。前来接货的女子姓彭，昭通市宜良县人。一开始他还否认出租房不是他租的，然后这批货是什么他不知道，他跟这个没有关系。在证据面前，彭某很快交代了犯罪事实，
彭宝在镇上开了一个小超市，还做着一种酒的销售代理。由于生意不太景气，彭宝就寻思着找一个挣钱的门道。巧合的是，他结识了镇上的一个人。在饭桌上呢，彭某跟马某就认识了。彭某管马某叫马姐。然后嘛，我们一起吃饭，吃饭嘛，他就说这酒不好做嘛，该说我做点其他的啊。然后嘛，就谈起做这个烟。能说会道的马姐给彭某指出了一条发财的捷径，只需要投资10万元就能挣大钱。男人嘛，他说不要我管，我也没去问那么多，因为了嘛，两个人合作了嘛，他说只要我货来了，他会打电话叫我去接货。马姐的致富渠道就是贩卖假烟，她通过与福建上线供货商联系，由物流将假烟中转到昭通后，由彭某代为收货保管。接过几次货？四次。四次。每次接到的货是什么样子的？钢琴箱子大箱子东西。令专案组颇为棘手的是，据彭某交代，抓捕当天夺路而逃的越野车里坐着的正是犯罪嫌疑人马某。那个车上坐的人才是真正的货主。嗯，对，货主一直在旁边盯着。他会不会把这个事情已经引爆？把这个事情引爆了，引爆后，这整个网络会不会有影响？这个案子能不能再继续做下去？当时很担心这个问题。警方了解到，犯罪嫌疑人马某的丈夫因为贩卖假烟获刑，目前还在监狱里服刑。受到销售假烟暴利的吸引，马某拉彭某入伙，重操旧业。为了降低成本，减少中间环节，马某还和福建的假烟经销商建立了直接的联系。一旦马某把警方办案的消息透露给福建的经销商，那侦办此案会更加困难重重。专案组决定尽快地抓捕马某，并且大范围地对各地的经销商展开收网行动。打掉分支，专案组人赃俱获，战果显著。上线落网，假烟销售网络被彻底摧毁。消失的钢琴，一线正在播出。5月21日，经过侦查，马某在昭通市一家宾馆出现，侦查员立即赶到宾馆，将藏匿在这里的犯罪嫌疑人马某抓获归案。经过审讯，马某承认自己购进假冒卷烟，在昭通地区分销。据马某交代，通过彭某被抓后，他四处躲藏，但是他担心好不容易与福建上线建立的直销关系断线，也就没有打电话通报这边的险情。贩卖假烟的每个环节都有很高的利润，这也是让马某和彭某心存侥幸铤而走险的原因。真烟的价格了嘛，我们也了解的，因为了嘛，烟草公司开的红梅了嘛，是45块钱一条，45元一条的进价，卖价是5元钱一包，50块钱一条。你们那个进价每包合多少钱？我们那个进价嘛，才1500，一件嘛，一件50条了嘛，就才30块钱一条。正是有暴利的诱惑。这些假烟的源头，福建的经销商虽然感受到了危险，但是收到订单后还是源源不断地向云南发货。福建那边他是实际上我他也搞不懂这个事情，是公安盯上了，是一家公安在盯上还是几家公安在盯上，这个事情是他们那边是搞不清楚。他的警惕性逐步提高了以后，他就采取从物流点接货以后再变换不同的地点去拆箱，拆完箱了以后，他又在城里面不停地兜圈子。警方的打击行动给犯罪团伙造成了一定程度的经济损失，也许是为了挽回损失，他们的发货量更大了。
像几乎每周一单货，一单货过来的话大概是10000条左右。为了逃避警方的打击，犯罪嫌疑人在假烟贩运环节不断变换方式，但是唯一没有改变的，也是他们认为最为稳妥的方式，就是采用钢琴包装箱进行伪装。他的箱子上面都标注了，都有标注姓马或者姓李的，他都有这么一个标注在箱子上面。云南这边总经销商一看那个箱子，他就知道是谁的货。昆明市的接货人早已进入了侦查员的视线，负责接货并向各地州市分销的有两个人，雍某和唐某，这二人是表兄弟，弟弟唐某是一名货车司机。那就是昆明这边负责接货分销的就是两个人，然后福建上线咱们已经确定了，就是一个人。福建籍供货商由于无法联系到已被查处的分销人员，顿时警觉起来，迅速惊恐地改变作案手段，采取了一系列的反侦查伎俩。专案组决定在不惊动上线的情况下，依然采取打现货抓现行的策略，将侦查重点集中在逐一打击分支上，派出大批侦查员展开抓捕行动。2015年5月下旬至7月初，专案组对每单由福建进入云南的该品牌钢琴紧盯不放，云南省内购货量较大的主要分销环节嫌疑人悉数落网。此时已到了对上线收网的最佳时机，专案组侦查员奔赴福建省，对上线供货人开展全面调查。犯罪嫌疑人郑某，福建省云霄市人，常年在云霄和厦门两地从事贩卖假烟活动。侦查员了解到，为了使贩卖假烟活动更加隐蔽，郑某自己开了一家物流公司。福建侦查小组传来好消息，7月16日，犯罪嫌疑人郑某要从福建发52个钢琴纸箱到昆明，战绩已到，专案组决定准备收网。7月19日一早，得知运送钢琴纸箱的货车已经到达昆明市，专案组厦门工作组随即展开了行动，在厦门市一足浴城内抓获上线供货嫌疑人郑某。我们直接亮明身份，我们是昆明铁路公安局的民警，他就已经知道我们找他是因为什么事儿。那边的事情，那边的那个货，那个烟啊，说白了就是。上午9点，运送钢琴纸箱的货车驶入了昆明一物流公司，犯罪嫌疑人雍某和唐某前来接货。埋伏在附近的侦查员迅速出击，控制了犯罪嫌疑人，当场查获钢琴纸箱包装的假烟37932条。据犯罪嫌疑人郑某交代，他一直做物流生意，对物流的操作流程非常熟悉。2014年的一天，有人联系到他，要求运一批卷烟到云南。
其实人家那时候是跟我说是烟呐，但是我因为在福建这边嘛，这烟一般都是假烟嘛。对嘛，我具体我说，有时间的话出来做一下。他就说这种生意嘛，是吧？只要你能赚到钱，我能赚，我货能到就好了。从那以后，郑某开始通过物流向云南发送假烟。为了扩大销量，他专程赶到昆明，计划自己建一个物流货运站。就在这时，他结识了犯罪嫌疑人雍某，想到昆明找一个点来作为他这种货物联系运输的一个点。有看有货要拉，有没有认识的那个小货车？那我说我表弟有在小货车呢，一下他就还有货往福建到昆明这边，到昆明这边，是那个大钢琴箱装着的，装着的什么东西？说什么是反硝烟喽什么喽？郑某和雍某、唐某三个人一拍即合，由雍某和唐某负责假烟在云南省的运输分销，一个假烟销售链条慢慢形成了。在我们查获的这些下线收收货人里面，包括分销商还有终端的销售商，这些大部分都有自己的一个固定的分销群体，他就是那个地区的代码什么的都有，那个上面他发往文山的假烟上面打的就是文山的代码，发往红河的假烟那上面打的就是红河的代码。犯罪嫌疑人销售的都是市场畅销卷烟品种，如此大批量的假烟流入云南市场，造成了极大的危害。假烟对国家的危害呢，对造成国家税收的大量流失。现在国家明令规定，每支卷烟焦油含量必须低于13毫克，但是我们从查获的卷烟进行鉴定，那么它的焦油含量往往是真烟的几倍，有时甚至几十倍、上百倍上。那么焦油呢，对人体的危害呢就非常大。如果我们消费者长期的吸食卷烟、吸食这个假烟，那么就是很容易引起心血管病、肺部以及神经系统的疾病上，甚至更严重的呢，会导致各种各样的一种癌症。至此，昆明铁路公安局和云南省烟草专卖局铁路分局历经十个月的侦查，联合侦破了1215非法经营部级督办案件，共抓获犯罪嫌疑人21人，打掉了一个由福建制假源头向西南运销假烟的网络团伙，实现了全案全破，取得重大战果。一开始我就觉得说这种不是长久之计啊，如果说你做长久肯定是做不下去的，我的想法就是说做个一年好，这个一年如果说能赚到钱的话就要收手。那天被你们抓了嘛，带我去交通的那个看守所，我这间那个房子里面嘛，我心里面了嘛，真的确实冷了一大半截。我说我这个人怎么会走进这种地方啊，我真的想不通。但是嘛，我说肯定是我犯罪了，我犯法了，是这样。然后在这里嘛，说实话天天想家，老人嘛70多岁，四个老人60多岁的两个，真的30多岁了，我从来真的没干过什么犯法的事情，但是这次真的是错了。2015年10月19号，公安部、国家烟草专卖局联合向昆明铁路公安局和云南省烟草专卖局铁路分局发去了贺信，对此次行动表示了肯定。吸烟有害健康，戒烟可减少对健康的危害，这句印在了烟盒上的话在节目最后希望能和大家共勉。如果您想了解更多的法治资讯，可以在微博或者微信中搜索一线，关注我们的官方账号。这里是一线，我是陆晨，明天同一时间再见。